当初小姐以及我们的杨永宁先生 Mr. Jean Fanon 领衔主演，沙溢以及曾志伟、游天逸等主演的动作冒险大片，将会在我们的8月11日的时候正式登陆我们全国的各大影院。今天来到我们的发布会现场，除了我们的导演以及我们的各位主演来到现场之外呢，还有我们的本片的制片人张家正先生也来到现场，我们欢迎他。以及编剧罗耀辉先生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欢迎他。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一的介绍我们几位出品方的代表。首先让我们介绍出来是我们的引力影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伟先生，欢迎。旗舰影业总裁洪爵女士，欢迎。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海辰先生，欢迎。梦造者娱乐有限公司 CEO 李安修先生，欢迎。我们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 CEO 助理周环先生，欢迎。环亚电影执行副总裁朱任之先生，欢迎。华文印象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艺术总监刘怡伟先生，欢迎。以及我们的捷成世纪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金永权先生，欢迎。著名的监制导演黄建行先生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欢迎他。好的，所以废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主创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所以我们欢迎到的是我们的著名导演黄德伦导演，以及我们的演员 Mr. 肖和道舒淇、张静初、杨佑宁以及沙溢登场，欢迎几位。当我们这几位主演以及导演来到舞台上面了以后，各位在下面好像都已经忘了要拍手尖叫掌声了，对不对？来，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机会，首先呢请各位先自我跟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并且来介绍一下您在这部片子里面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定位。来，我们的冯导。大家好，我是冯德伦，我是侠盗联盟的导演。那《侠盗联盟》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娱乐大片，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掌声鼓励鼓励。And Mr. John Hono,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all the media friends, and would you like to describe your character? Introduce myself. Yes, well, describe the character. Not to introduce yourself. You are well known here. Thank you. Yeah. 谢谢。My name is Andy Lo. Hello. Sorry, I made a mistake. My name is Jean Reno, and I played that movie with all those famous people around me. OK, 所以这个我们的让雷诺先生，他刚刚也特别的逗趣跟大家这个自我介绍了一下，并且非常高兴能够跟那么好的一个团队一起来合作这样子的片子。Thank you, Mr. Jean. And 舒淇小姐。Hello, 大家好，我在这个电影里头饰演的是一个演员。然后演员。那个侠盗美贼我就不敢讲了，就一个贼，谢谢。就一个贼，果真是非常非常美。我们的静初小姐呢？我在这里面其实演的是一个鉴宝专家，然后我在这个抓贼和反悔之间摇摆不定。是是是，哎呦，为什么摇摆不定呢？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情愫？进去就知道了。进去就知道了。来，我们悠悠。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宁，我在电影面饰演的是小宝，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帅贼，只不过舒淇不认同。哎呦，为什么不认同？而且中间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呢？待会就会知道了。来，我们的沙溢先生。大家好，我是沙溢，我在这个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个富豪。虽然在这里我是最穷的，在电影里我是最有钱的。哎呦，是不是想返回一城的感觉哈？所以今天除了我们几位主演来到了现场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位，这一位呢在上一次的发布会上面呢其实没有看到他的踪迹，但是呢他有点感觉是发了一个 VCR 跟大家说一声 hello，
但是今天有没有机会来到现场呢？那我相信这一位呢，大家对他已经是非常的熟悉。在这部片子里面，他所扮演的是张丹这一位帅道，而他就是刘德华。等一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来，你们知道他有来吗？我不知道，但是首先我想透过影片来感受一下我们所有中国人、华人有多热爱刘德华，请看一下大屏幕。你知道刘德华吗？知道。中国人谁不知道？非常的有才华的一个人，三观比较正的一个人吧。是，唱过歌，四大天王。帅气的大叔 ，You hurt my heart。我跟你讲一个吧，我觉得他还挺好的，演技也挺好的。请正能量的一个，因为是偶像。请正能量。对刘德华印象更深的，相当于是他的歌。听了一个如果什么爱的歌。我看过他的演唱会，忘记了那会儿。我一老好家，啊，就是这边一个村。都怪我。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恭喜你发财，恭喜你发财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心都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如今我五十，看从前，沙哑了心碎。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雨里做空气。李高升，我哋唔会咁易死。我说过这个游戏要玩三天了，如是你，如是我。为什么不给我机会？我只不过想当个好人。好了，要不要再快一点？调查蛮详细的，有听说调查详细点了，咱客人好办。我知道，贾道明吧，就是跟那个李演的啊，韩德文导演的。哦，对，就是《侠盗联盟》，他跟那个让雷上映的时候，肯定十几二十个人会去惊喜。不管多忙，应该都会去看一看吧。你要签名还是要什么？是的，再过三天，我们的《侠盗联盟》马上就要在全国的各大来。我们请各位回到我们的中间舞台，就会在各大的戏院里面跟所有的朋友们见面。但是刚刚透过这一段影片了以后，我相信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我们在中国人、在华人的心目中，下到小、上到老，每一个人都视他为我们中国的国宝。所以他到底是谁呢？而他今天有没有来到现场呢？你们希望他今天来吗？有多希望？非常希望。那请你告诉我，他叫谁？所有的朋友们，让我们欢迎刘德华。安排一下位置好了，右去坐这边，啊，对，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是舒淇坐这边，你啊，哦，啊，还要分了，对，我们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位置，我坐在导那个这个华哥坐这儿，华哥坐这儿，导演坐这儿 ，and director is going to be sitting right here, Mr. Zhang Huanong is sitting right here, and 金柱坐这边，我们沙哥哥，来，你在那儿，好。哎呦，
我们所有的主创来到现场，再一次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哇，真的是男的帅，女的美。首先，我想要请我们的华哥先跟所有的朋友们先打一声招呼，好吗？我很好，对不起，过去的半年让大家操心了。啊，我现在回到我半年前，还可以说说笑笑，然后蹦蹦跳跳。太棒了，而且第一次复出就回到我们的侠盗联盟啊，对吧？那感觉一定非常兴奋，对吧？对啊，对啊，对对对。刚刚一年了，就是这一年前的事情。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部片子里面呢，我觉得刚才每一位演员都已经大约跟大家讲说他们在里面所扮演的是什么样子的角色。我们华哥，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扮演的是叫张丹安，对不对？而且是一个帅盗。好，到底有多帅，到底有多酷的一个帅到呢？我想要请那个华哥跟我们讲一下，好吗？我也不知道有多帅，但是大家认为我帅，我就以后都那么帅就可以了。哎呦，大家觉得我们华哥帅不帅？帅吧？请问大家，请大家大声点，我在里面。华哥觉得不够大声，你知道吗？不过其实在里面呢，华哥饰演的这个帅道其实是跟你有一个 teammate， 你有很多的团队。对对对。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就还有一个是在我们背后的，现在我们三个是一对。三个是一对。是完美组合。完美组合。对。好，所以呢，咱们今天华哥来到现场，那待会儿呢，我们也跟华哥还有跟我们其他的主创来一起聊一聊。不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在昨天如果有在关注我们的侠盗联盟的话，应该会发现到一件事。咱们昨天呢，冯导发了一篇微博，特别的感慨，到底有多感慨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这些感慨的字过得特别的快，原来一夜白发是真的，但今天没看到什么白发哈。然呢，染回来了，所以那时候压力应该是特别特别的大，特别大，所以其实刚才讲的这个东西，虽然我们用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来转过去，但是里面呢不乏可以感受到其实冯导对于这部片子里面的用心。那当然他也对华哥有一番感慨，也诉说在这样子一番这个微博上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很难得，那华哥也来到现场，我们的冯导也在现场，那我觉得不免就要让大家能够特别有感慨一点。既然都可以写出来，可不可以说出来呢？两个是好朋友，有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这样诉说呢？其实，没有一部电影拍成是容易的事情。那这一部拍的时候特别困难。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没有华哥的支持，这部戏是开不了的。那我希望出来这个片，这个效果没有辜负你给我的支持。我衷心谢谢你，华哥。其实在很多年前呢，因为就是冯导，他很多年前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兴趣，是表演魔术。还记得吗？然后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就很想一起拍一部关于那个魔术的电影。那结果就写这个写那个，然后在那个时候我的能力找那么浅的能力也不够。那后来就我们又有机会再一次就是要重拍那个英雄本色，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版权的问题大家也不敢开，老板也不肯投，然后到最后我开公司了，我以为现在我真的有钱，我就跟他一起做了一部叫无所不能的电影，但是一直求老板，没有一个人给钱，那怎么办呢？对，那结果有一天我们收到，哎，现在有人已经准备要开一部电影，对，中间可能有一点波折，对，所以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去演，对，然后他找到我，我觉得真的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对，对，所以我就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其他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有他，我只知道有你哦。哦，那时候知道有又有啊、哦，对，好感动啊。这一早就定了啊、哦，所以因为你我拍的、哎啊。我回家跟我妈妈说这件事。天哪，哎，但是华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跟冯导之间一直都有这样子的默契，希望能够合作一部片子。但是你们认识很久了吧？认识？对啊，我从美男子那个啊那个年代就认识他们，就认识他们了。对，是我是华哥的影迷，所以有一次他。叫我去他的影迷会的时候，我就跑着去了。哦，真的吗？哦，所以今天其实也来了很多我们华哥的影迷会来到了现场。曾经碰过吗？对，曾经他是坐在你们中间的那一位啊、哦。好了，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真的非常非常难得，因为我觉得这个华哥终于复出了，跟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们见面，而且我们的《侠盗联盟》现在终于再过三天以后马上就要上映，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游戏来跟他玩，然后让大家能够多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侠盗联盟》。但是这个游戏每次游戏都一定要有一个奖项，不然的话大家都不知道是玩什么。就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的奖项是什么呢？我有，我带来了，就上一次你们。就不见了一个那个宝物嘛，那个盖亚的那个，我的盖亚放在那边，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会这一次带来的一个礼物。是，哎呦，盖亚，对对，在这部片子里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对对，其实最贵就是他，最贵的。来，华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那么贵。我不知道，那个要导演说。要导演说。还有我们。这是证出他是珠宝的鉴定专家。对，我在想，我得看一看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去看看，来，我们进去来看一下。你先看看我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没有带放大镜啊，但是呢，因为我。对于这个华哥的热爱和相信，所以呢，就凭他带来的，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哦，既然是真的，靠谱是吧？感觉我快失业了。既然是真的，那我们的价格可贵了哦。值多少钱啊？到底这么拼了命的去抢？在影片里面值多少钱？在戏里面的，我的老大跟我说是几个亿，我也不知道几个。哦，你们几个亿？是什么呢？越南盾呐、啊，什么的。再问一下导演吧，是什么事？啊，这个我们的盖亚有值多少钱呢、啊？日元呐、啊，越南盾呐、啊。我们的电影里面说是好几亿的欧罗。哦，欧元是吗？对啊。哦，哎，那很贵。被闪到了。那我们要不要直接就带走算了，好不好？好了，不过我们谢谢进出，谢谢。因为在里面所扮演的是 Amber 这样子的角色，也是我们的珠宝鉴定专家哈。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要来比的就是这个 Gaia 到底哪一组能够带回去。那我们怎么样比呢？其实我们现场呢，我们要分成两队，就按照我们的剧里面，因为叫联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侠盗联盟，有我们的华哥，有舒淇，我们这边一队，对对对，这边那边一队，对他们那边一队，对，然后导演，然后导演当评审，好不好？好，他不能回答，因为我要出题啊，然后他要跟我们讲说是对还是错，哦、okay, ，对对对， okay, 好不好？然后 Mr. John Hono and 进出以及我们的沙溢就变成我们另外一队 ，yes， 好吧 ，good， you're joking to me。Yes, I'm saying that you're going to be one team, and Mr. Andy Lau and Shu Qi and Yo-Yo is going to be another team. Okay. All right. So, are you feel confident that you're going to win today, Mr. John? What? Are you going to be, like,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going to be winning today? Well, of course. Of course. Do you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play? No, but I will soon know exactly what I have to do. 好，我们Mr. John也很可爱，我就问他说，对今天这个玩这个游戏有没有信心？他说当然有信心，但是他不知道要玩什么游戏啊。好 ，But how about let's name our team？ 我们来帮自己的团队做一个名字好了。我们叫什么？就让最重要的人说。哎，没有你，没有你，华哥就不会坐在这呢。哎呦，就叫那个我们剧里面的那个、Plan B 啊 ，Plan B，OK，、okay. 好吧，我们叫 Plan B。Always、我一听到这个我就开心了。
对。为什么呀 ？Plan B， 你慢慢看，你看电影，看电影，看电影就知道了，是吗？好，我们这边叫 Plan B， 进出。Their name is Plan B。So what is your name? Her name. Your name. No, just the team's name. It's your name.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个是 Plan A， 一个是 Plan C， 然后把 Plan B 放在中间。Yeah. 两面夹击 ，right？ Yeah. 什么意思啊？所以你们是？那我们是 Plan Plan A 加 Plan C。因为他说他用他的名，他的名字叫 Emma。等一下举手完之后。哦、oh,。所以叫 Team。可以吗 ？Plan A， Plan A， yeah。Yeah. 对啊，你就 Plan A 就好了 ，Plan A 加 Plan C， 那我多饶舌啊 ！Plan A 加 Plan C， 你叫 AC 嘛？哦、，AC Team， 你叫 AC Team 是吗？对啊，对啊。Okay, so that is the AC Team， and this is the Plan B Team。Yes。好的，所以你们大家是觉得是谁会赢呢？有没有人觉得是谁会赢呢 ？AC 会赢还是 B 会赢还是 Plan B 会赢？就算他赢，我也把他给偷回来给你们。好，对，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华哥一到了以后气场全在，不管他赢还是不赢，反正都是我们赢。游戏而已，游戏而已。哟，这个份儿就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自己的实力来获得这样子的 Gaia。当然呢，在之前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我们这个侠盗联盟呢，是8月11号的时候正式在全国各地跟所有朋友们见面。那我们这个比赛呢，是以趣问问答为主，共设有8个问题。那我们的问题呢，分别为考察观察力以及视频类的考察记忆力的纯作案类。然后呢，由我来提问，两个小组来进行抢答，答对记一分，答错则换另外一个小组来继续作答。8轮过后呢，积分多的那一组获胜，可以获得我们的天价珠宝 Gaia。所以导演，就麻烦你到时候看是谁举手举得最快，好不好？好就看是华哥这边举手举得快，还是他们那边 AC 举手举得快。Yeah, I'm the judge. Okay, so he's going to be the judge. Okay, so you have to raise your hand as fast as possible after I finish my question. I have money for him. Yeah.Yeah, yeah. 他现在懂得贿赂我们的 Mr. 肖鹏鹏，他说他有钱，要塞一下给那个冯导哈。好了，马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题到底是什么，请看大屏幕。我们要看后面。是，请仔细听了。那个人是我。我们全部人都要举手，全部人都要举手。这看谁举得快嘛，看谁。他们这边可以三个人，那边也可以三个人举手。所以我们的冯导，我要站在这边才看。Okay. 请问一下，张丹的背包是什么颜色？哎呦，这个咱们舒淇跟佑佑举得特别快。对。哦，什么颜色？黑色。黑色，答对了。哎，导演，你这样站的会很久，你要不要回来坐？对，答对了。不用太公平了。他一直在飞啊，你都看到了。对啊，一直在。对，我们就是说，我就背包了吗？对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场吗？你没看到，那个一直在飞啊，你回头就看到那是黑的。看见有人飞，你有参与这个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吗？你们在吗？看见有人飞了，他没看见那背包了吗？我他听不懂没关系啊，你们，哎呦，好了，第二题，太没有竞争力了，是不是？哎呦，我们不要举手了，就让他们啊，就干脆千万不要举手啊！害我举得那么快，手差点扭到。对呀、啊，而且我觉得进出你们那边好像没有什么气势的感觉哈。来，不过我这边问一下华哥，因为其实刚才这一幕可以说是非常重头戏的一幕。
啊，哦，这样子从飞机上面这样子往下面跳，这个是不是他？我听说拍这个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是吗？我在棚内拍的，在棚内拍的，像吧？你们看不出来吧？特效还是蛮靠谱的。哎，Tom Cruise那些人都是这样啊。难道我们不是要往那个方向走吗？对啊，对不对？对啊，他也没跳过。那所以在这部戏里面，其实这个东西是在棚内拍的，对，对不对？那这部戏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比较危险或是比较刺激的一些那个场景，会让你印象深刻？你不要以为在棚内拍就不危险，那多危险！下一次我找你去拍看哈。哦，你说的。对对对。但是有几个镜头。你连棚里都没拍，干脆是特效人来的。没想到他比我更老实。彭导，哎，但是我听说里面是不是有一幕是你要进去密室，然后要悬吊进密室，然后再动好，然后打到了头，是吗？对对对对。对，看到这里有一点白白的，很奇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做磨一磨它白了，那要把整个脸都磨一下，可能就好一点。那个是我自己啊，因为它从上面掉下来，只要越底下，它的那个角度就会越大。哦，那我中间还耍帅，然后看看这边，看那边就摇，就摇完就自己哗就撞到了，撞到那个洞。那很疼，很疼吧？当然了。哎呦，有长包吗？啊，有长包吗？没爆，完全是整个皮没了，磨掉没？对。哦，真的拍戏很危险啊。对，我拍的时候还有第二场啊，第二场就花了老板很多钱，因为有一场戏我是有一个疤的，然后我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在后期的那个戏机把我弄回一样帅啊。所以要花很多的钱去做后期。对。哦，好，不过但是我知道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可以说是非常 action packed， 就是有很多紧张刺激的一个镜头，所以我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Mr. Hanold, I know you're talking to a beautiful lady right beside you. What? I prefer to talk to her, but what do you want? 他说他情愿跟张英初聊天，不愿意跟我聊天。Only, you know, you saw only Andy can do that. Only Andy can do that. Only Andy. It was all in the studio, yeah, that's what he told us. Only Andy. No, for real. For real. Yes, I was there. You were there. I was waiting now.所以证明他刚才我们说的所有东西他都不懂的。Mr. Hanold， 我们的这个让雷诺先生，他说其实这个他开一个玩笑说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他也在现场。But I do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because I know that this movie is an action part and I know that there's one sequence is that you're going to be chasing car with Andy Lau. Yes. And then it's going to.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sequence?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scene? The sequence with the car. For the car driving. Yes.It was quite difficult. But so? I was watching Andy, and so I was trying to do the same. So you just follow him? I like to watch him and to do the same. Oh. Yes. And she was with me, and she was, I mean, encouraging me, you know, go, Jean. So I was going. yes. 好，所以我刚才在跟大家讲一下，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个场景是两位我们的 Mr. Sean Hanold 还有我们的华哥，他们有一个汽车追逐的一场戏，对，对不对？然后呢 ，Mr. Sean Hanold 他说他那场戏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华哥在前面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就不断的那个踩那个油门。然后张青初在旁边就讲了踩油门踩油门踩油门，他就一直踩，所以他就觉得那一场会让他特别印象深刻一点。你有记得那一场吗，华哥？我记得啊。我记得。那一场怎么样？因为我一直追着那个机器啊，那机器在前面，我在中间，后面那个疯子一直在追我。He was saying that he remembers there was a camera and that he was driving and there was a crazy guy behind him keep on chasing him. Yes, it is true.It is true. 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好妙，好可爱哈、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个问题有点难，我想请问一下，机械蜘蛛主要是用哪一条腿在切割的？你知道，你要举手就让他们举了。但是舒淇举得最快啊，对不对？没有，舒淇是琴，他是琴。哎，不可以作弊！哎，跟我猜的一样。啊，舒淇，你答案是什么？这只手。这只是什么手？左手。左手的第几根？一。二。一还是二？还是二？一。一。决定一下，一还是二？一。是一吗？我们就陷入一场混战，因为那个张老师是右手，然后我本来就左右不分，我一直在努力想这个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沙溢，你想想看吧，你好歹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演员啊。他没攻击你。他说对了。而戏里我没见过这个蜘蛛、啊、我们都没有人见过，没有吧，没有人见过，那是画的，那是后期的，没有人见过。那应该是左手，左手，左手应该是左手，左手第一字还是第二还是第三呢？或者是第四呢？左边还分三只手呢。先让他打，你说左边还有三只手，四只，左边 Spiderman， 蜘蛛你没看过有几只吗？左边的第一只手，第一只，它是第一只。啊，左边第一只。你说对还是不对？是啊，对啊。我们也说了，那应该怎么办呢？那所以本来他就赢了，那你就让沙溢说，就让他赢了。你觉得让他赢是吗？啊，沙溢总宣，你进来了。我说对了啊。啊，对对，你对了。谢谢。这一分是我们。就华哥送给我们的是吧？不是送，他真的知道了。他知道，他知道，他一开始就知道，只是我们这有点混乱。他有左边第一个，左边第一个啊、哦。好了，那这个东西就要问一下佑佑了，我们的杨佑宁先生，为什么？因为杨佑宁在里面所演的就是一个黑客嘛，对不对？所以这个 spider 是你发明出来的，对，对不对？对。那这个 spider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功用？怎么做事的？为什么要发明它？哦。对，刚才华哥不是讲吗？那是画出来的，我也没见过他。他主要呢就是进行一个侦查的行动，跟破坏这个金库的门。对，对对，切割。你刚好看到那个左手那个，对，左手第一个是然后让我们可以进去金库，对，偷我们这个大富豪的。你知道第二个有什么用？第二个什么用？走路。哎，我怎么觉得佑佑好像对于这个 spider 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呢？你不是很熟哦？我没有，因为导演就会跟我讲说，你等一下就想象那边有一个 spider 开始哒哒哒哒哒跑了，然后你就电脑按一下那个，所以我也都只能想象，我不知道他后面原来那个 spider 的手会。哦，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哦？那这就问一下导演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spider 的出现呢？因为我希望那个戏里面可以减散多一点高科技的东西，那我就设计了那个 spider。对，那它的特效上面有个什么样子的要求？有没有？要求就是你们看起来不觉得是特效哦。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刚刚那个是 OK 就 OK 了。对啊。哦。但是都是因为华哥的关系啊，不然大家都以为是真的。对啊，对啊，所以就要求就是要要求到。对啊，那华哥，你为什么要揭破？就感觉我们告诉大家所有圣诞老人是假的一样。你讲太快了，我听不懂。我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是画的？感觉就像告诉我们圣诞老人是假的一样。没有。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假的，但是看到我们用心，也看到圣诞老人真的是用心的。哦，对吧？对，心是真的。对，心是真的。我们的冯导的心是最纯真的。啊、哦，这个表情的意思是什么呢？没有。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请问一下，在车上的这几个人到底有几位，而且是谁？等一下，手放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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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这叫什么问题？没有几位，而且是谁？我以为问说沙溢是谁戴了墨镜？车上，你应该问车牌号码是几号？车上都有谁戴了眼镜？好，请问一下车的号码是几号？来，舒淇，7640。哦，7640，你怎么会去关注那个？有看到7640啊？我没有老花。哇，那你怎么会去关注那件事啊？我就想说，你是不是问这个？要不然就是问谁戴墨镜？那谁戴墨镜？那还是他们赢啊！来，悠悠，谁戴墨镜？我。还有沙溢。我。你跟华哥是吗？对。啊，好的，那我们的 Plan B 获得一分。哇，厉害！你真的见到那个。对，重放一次 video 吧，我们看是不是真的7640。对，好，我们这边来问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部片子呢，它去过了很多不一样的国家。刚才这个是在 Czech Republic， 是在布拉格拍的嘛？对对，对不对？去过了法国，去过了乌克兰，去过了布拉格。那在，对。因为我的头很会抖啊。7640 B。好，这个我这边问一下华哥，这三个国家你都去了，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国家？我喜欢啊，我喜欢布拉格。布拉格，因为我很多年前去过一次。嗯。然后那个它没什么，没有太大的改变。嗯。而且在那边真的很舒服，然后觉得。在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里面拍戏，然后我们拍戏也很，就是安排得很好，很多时间让我们去到处逛一下，很好玩，对吧？哦，舒淇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国家？其实对整个捷克、布拉格都很漂亮。对，所以乌克兰就还好。乌克兰呢，没有我的那一块。哦，没有你那一块。哎，其实捷克、布拉格好像沙溢也在那边，对吧？你的城堡是在那边，因为你在里面演的是那个富豪。Charlie， 对吧？对 ，Charlie。我在布拉格其实没怎么转，因为我跟那个让·雷诺老师有英文对白，对。然后在棚里面拍。然后我在布拉格的日子就像一个留学生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就上课，然后开始学英语，每天背英语单词，然后背台词，然后每天晚上老师。还要验收，还要默写，还要默写。然后我觉得在布拉格，我不像是去拍戏的，完全是去学英文去了，你知道吗？去留学去了。然后等我把英语都学好了之后，导演说你可以先回去了。布拉格没什么印象，你知道吗？干嘛还要学写啊？默写还要写？他要加深我的记忆嘛？就这样，第一天我跟让雷诺老师拍戏的时候还忘词了，你知道吗？那你现在这个词还记得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早都不记得，一年前的事儿了。一年前的事儿哦，所以其实你还要学舞蹈。我跟舒淇，我们有一场戏，是戏里是有一个盛大的 party， 是一个跳华尔兹。对，要跳华尔兹，我们俩。然后你想想，我每天课程安排，又学英文，又要学舞蹈。在布拉格天天，哎呀，可丰富了，你知道吗？导演对你挺好的吗？这导演挺好的啊。对啊，让你看这个活到老学到老。是是是，对吧？对。所以印象里面可能布拉格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印象。没有印象啊，只对我们的英文老师和舞蹈老师有印象。好的，都是男的啊。没有，我那英文老师是个女老师。还是美国老师，是导演特意给我找的，因为导演要求我在戏里发音要有美音。So how are you doing？ 导演，你评价评价我戏里的英文还可以吧？还可以。OK。太勉强了。我也觉得有点勉强。好了，刚才是那个我们的布拉格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you
其实打得很狠啊。导演要求。导演要求。导演要求。当然导演要求啊，怪谁啊。真的，我是不可能打他的，我舍不得，导演要求。导演是偷偷的跟你讲，然后趁他没注意的时候会他一巴掌是吗？没有，导演是当着大家的面讲的。而且我们在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概两层楼、三层楼高的天桥上面拍。对，然后因为那天桥很窄啊，所以我们不能有工作人员在上面，全部人都要在下面。对，大小姐那一巴掌打到两层楼下面的全部都听到了，所有的工作人员就哦耶！那我一打下去。整个都行了吧？啊，对啊，对吧？那打下去很疼。那你没有后来又问他说你为什么打那么用力呢？没有，我们是为了艺术牺牲。舒淇，你为什么打那么用力？导演要求。导演怎么说的？因为我之前有先打假的。然后他觉得那个位置不对，他说就很肯定真的打一巴下去。我印象中没有假过这个。没有假过，连试戏的时候都打针，哪有假的、啊？哦，试戏也打针的、啊，对，所以打了几次啊？七八次有吧。所以是导演故意喊卡的，说卡，再来一次，换个角度。对了，因为你看我们刚刚后面有一点点好像笑场那样，对，其实是没有要笑场哦，但是因为那真的有点太响。想到我们有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是吗？所以旁边华哥有点想要笑场的感觉哈，在后面。对啊，刚才我说 Plan B 就是这个意思嘛。Plan B 就打。哎，但是我记得上次我们六月份开发布会的时候，月月还特别讲说，本来想要安排的是一场吻戏。对啊，你没看我刚刚原本是要吻下去吗？然后突然间改的。对啊。导演，这是为什么呢？可以吻下去，吻下去的啪打巴掌。为什么本来是以为是一场吻戏，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打戏？不是啊，他自己看剧本时候幻想出来的，本来就这样。是这样吧？对，这个可以，我可以证明。我看剧本的时候没有吻的。没有吗？对，没有，从来没有。你什么时候谁？那可能我收到的剧本是用这个骗我说有吻戏，然后我就想啊，这个真的耶，这个可能是他们那就问 Terence 就寄给我的，对，难怪我还写着狠狠的打这样。哦，因为寄给我的剧本上面还有浮水印写杨佑宁专用，所以那个上面有这就是吻戏的。对啊，你看就是因为这样子把你骗过来，然后这样子华哥也来了，所以我们这一题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一题的问题哦，对哦，我还没问这个问题，请问一下，陈小宝被打的是左脸还是右脸？我觉得我们这边赢的太多，让沙溢回答一下。舒淇，你不应该回答问题了，因为你打了，你当然知道了，对不对？左脸，到底是不是？获得一分，恭喜！应该问刚刚有几只苍蝇飞过去，是吧？但是我觉得沙溢应该挺庆幸的，对不对？沙溢，你应该挺庆幸的哈。庆幸什么？因为你在这片子里面，你演的那个 Charlie 也是很热爱叶红的，热爱我们舒淇演的那个角色的。然后你看到小宝被他打了，你是不是很庆幸？说，哎呀，好险不是我漂亮的脸蛋被他打。就是，反正我不知道佑宁那个剧本是怎么回事，出了错误了啊。我那个剧本打着我的水印的上面也有个吻戏，但也没拍。真的假的啊！当初我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剧本，然后我才来的。后来现场也改了，就只有我的吻戏是真的，只有你的。对。所以你知道我收到那，我跟佑宁是一样被骗来的。对。但是我庆幸是他挨揍了，我没挨揍，你知道吗？哎呦，这导演是真的哈、哦。不是真的。你问制片人的，不是我的问题，我不是你的问题。好了，不过我觉得刚才全部都是玩笑话了哈。不过我们接下来加快一下速度，才问了四个问题而已。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就直接来回答，不看影片了。哦，好不好？来，请问一下，是什么声音？好，接下来请问一下，电影里面 Gaia 有三个部分的珠宝组成，分别叫做什么名字？终于。
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知道，因为我也是背这个台词背的要死。OK OK 好。森之瞳，命之翼，全之灵。有、哦，错，相当可以。之灵之全，不是全之灵、啊。差不多嘛。错、啊。泉水的灵呢？哎、加一分。你是灵之手，全之灵啊。全之全。全之灵。灵、哎。翻译的错误。灵之这是英文的名字。对啊，灵之全，全之灵是错的。还是你想讲的其实是灵之灵，全之灵啊，是我改的，泉水的灵，还是灵之灵？灵之泉是啥意思呢？听不懂啊。灵之泉是，那张初静是谁啊？没有吗？有啊，森之翼，是你吗？森林的翅膀吗？你猜是对吗？问啊，森之瞳吗？就森林的眼睛吗？命之翼，命运的翅膀吗？就把名分给他了，不然。就这样，是灵之泉，灵之泉是什么意思啊？森林的泉水啊，森林的泉水，它是灵之泉。因为我跟你说，不是森林，是灵魂的灵，同时因为第一个像魂的。灵魂的灵是灵之泉，没有办法，我们依照导演那个你让我答案，让我说一下。是华哥，我好久没来这期访问，你让我。所以这那个灵之瞳是第一本，生之瞳是因为它像眼睛有一颗，然后另外一个翼，然后最后一个是它是像水滴，所以叫船啊，所以它不能是倒掉过来的，泉水的灵魂，对啊、哦，不是、哦、是灵魂的，我可能只看到那个样子啊、灵魂的泉水，这个明白。是这样子，导演必须是我错了。导演，华哥讲的是对的吗？对，对，华哥讲什么都对。那我们这部戏会卖哦！哎，讲的对，大哥永远是用心哦，我告诉你，华哥讲出来这个金口，这部戏一定会大卖啊！8月11日，所以冯导，你刚刚在讲到我们这个盖亚的时候，会有三个部分组成，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一个想法，这样子 concept？ 其实一开始那个剧本里面是没有分三个地方。三个部分的，但是后来觉得分了三个部分，那个情节会比较紧张一点，然后多几个部分，那对剧情来说是有帮助的。对，所以这个名字也是你取的是吗？对，是完全是你取出来，灵之泉。我写的是写英文，就翻过来。哦，直接翻过来。所以其实像这个 Gaia 在这部片子里面，侠盗联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珠宝，在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跟我们的 Gaia 是息息相关的，包括说我们这三位是想要把它占为己有，对吧？那包括说我们的沙溢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有关于您的灵之泉，是我的，是你的，让他们三个给偷走了。让他们三个给偷走了。那咱们的这个 Mr. Hono 呢，他其实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珠宝能够夺回来，归还到原主。但是我就搞不懂，进出在里面跟这个珠宝有什么关系？没啥直接关系，但是最后珠宝归谁，我说了算。哦，为什么呢？秘密，在看电影就知道了，是吧？对。哦，哎，但是我觉得其实在里面，虽然说我们这三个是侠盗联盟，但是进出跟 Mr. Hono 他们两个一直扮演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partners 的关系，所以这边想问一下 Mr. Hono， lik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Amber? Because you have been working with Amber in the movie the whole time. About her? Yeah, her Amber. 进出张进出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haracter and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iss John?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Because you're a nice guy, I will answer you. Okay. Mr. Hono 讲说，我刚问他，到底这部片子里面他觉得张金初演的角色，还有张金初本人怎么样？他说这不关你的事啊，就是有点赏我巴掌的意思。但他后来又说，因为你是好人，所以我告诉你。All right, Mr. Hono. My character, yes, likes her very much. But she's not after me. Oh. She's after somebody else. Oh. Who is here on that stage. Oh. But I'm not going to say the name. Oh. But you know what I mean. And you know who I mean. Yes, I do.
其实洪哥还讲说他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这个警探的角色呢，非常喜欢我们静初所扮演的这个 Amber 这个角色，但是呢 Amber 对他没感觉，但喜欢的是另外一位，而这一位就坐在中间的这其中的其中一位，而到底是谁呢？ Who would that be? You have to go into the theater to find out. I have to tell the name of the guy? No, you don't. No, eh? So what do you think? But if you go to see the movie, yes, you will find it. Okay. 所以一定要进戏院去看一下。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hn though? Because you've been working with her the whole tim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hn? I told you, I like her very much. You like her not very only, much? Not only as an actress, but also as a person. She's a very good person. Okay. All right. 他说他 I mean it.他说他非常喜欢张静初，因为他不仅是一个这个很好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搭档，非常好的一个人。好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问一下下一个问题，请问一下 OK the question number two， 他们两个都已经很紧张，我觉得 you are so good， 你们好有竞争力的感觉，competitive， 得失心很重。对，是第二个问题，求生心很 Mr. Charlie查理先生的古堡，就是沙溢所演的查理先生，在地下室藏着嘎雅的一个部分灵之泉，却有一个很凶狠的守卫守护的珠宝，请问一下这个守卫，我不想华哥你可以控制一下这两个团员吗？请问一下需要吗？这个守卫是谁？而且他叫导演，你帮我看一下谁手举得举得比较快哈。OK， 都不晓得啦。沙溢在那边，他应该知道吧？沙溢他不在现场啦。他默写了那个名字太多次了。他的名字叫什么 ？Buddy。哎，那这样好不好？你刚才讲出来 ，Buddy 是什么？是一个名字。对。对吧？嗯、好，那沙溢，你说 Buddy 是什么样子？是一个人吗？还是？是一条狗。是条狗，一个狗叫 Buddy。你有 Buddy 吗？我自己啊，我没有养。我自己没有养。戏里面的 OK。而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那么来看一下屏幕。这个是我。这个不是狗哈，大家别误会。好，是一只叫 Buddy 的狗，很可爱哈。所以呢，两个都答对了，各得一分啊。好，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一幕呢，刚才就看得出来，华哥看到那个狗特别的惊讶。没想到有一个这样的名字。那个华哥是在一个画面里拍的吗？对呀、啊。不是在棚里拍的吗？不是，这个真的，你看到，哎呀，真的画得那么好吗？对啊，所以是没去过布拉格，就所有都是在香港拍的，这样行不？在车里面，在香港拍的吗？对，就在我家拍哈，干一个那个绿屏就拍了，对吧？天哪！所以刚你看到这个狗的时候，你要不要跟我们透露一下，你怎么样去这个？你那时候角色里面张丹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没，我真的怕狗。真的吗？对啊，你看我这里就是被小孩子的时候被狗咬着，然后吐啊在地上、哎，对，所以又很怕狗。心理创伤。对。嗯嗯，所以那时候你就很怕狗，所以你看到那个狗的时候。就有点怕，别过来抱我，傻子！你们不要看华哥平常都是特别的和颜悦色，其实杀气有时候也挺重的哈。所以那边要问一下 Charlie，Mr. Charlie， 请问一下为什么碰到我们的 Gaia 那么宝贵的一个珠宝 ，Charlie 这个角色会想要用狗来当他的保护主人呢？因为 Charlie 可能觉得狗比较忠诚吧，然后而且不会懈怠啊，然后他可能觉得他对狗的这个忠诚度非常非常的自信，但是恰恰其实这个狗耽误了他的事儿，最后
这个狗其实看起来没有特别凶，但可能在电影里面很凶。其实这个狗还是挺凶的，现场。哦挺凶的是吧、挺凶的，因为那个导演要求就是他要狂叫不止，就是冲着我吧，是不是有一个镜头？然后那个狗最钟爱的是有一个弹球，就是可以，他特别喜欢就是咬那个球。然后每一次导演说开始的时候，还必须让那狗看见这个球在我的手里，然后我说，然后开始，我的手就放在后面，那狗就长瞪着眼睛看着我叫，然后口水就流下来了，知道吗？因为它每一次咬那个球，它都特别兴奋。对，然后挺吓人的那狗，而且力量特别大。它那也就什么品种？哎呀，那个那什么狗？就像牧羊犬，就是狼狗。狼狗，对对对，狼狗力量特别大。好好，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其中的一幕哈，到底我们的华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打败了这只狗取得高雅呢？还是有没有取到呢？我不知道，我们到时候进戏院再看。来看一下我们下一个题目，请问一下，电影当中这个有点脑袋急转弯，太奇怪。电影当中甜度最高的角色是谁？为什么？电影当中甜度有点脑袋急转弯。电影当中甜度最高的是谁？然后是为什么？甜度就是甜吗？甜。来，舒淇，为什么拿麦克风？因为我一直在吃糖。哎呦。因为他一直在吃糖，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聪明才智。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所有的制作费都花在他的棒棒糖上，而且他除了吃糖之外，有一个口头禅，对不对？叫一块蛋糕 ，piece of cake。好，那为什么这个会讲这个 piece of cake？ 然后为什么喜欢吃棒棒糖呢？舒淇，糖哦，为什么会喜欢吃糖？因为我那时候我小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叫《英雄本色》，然后我有一个出场的动作是穿个风衣，然后啪就这样出场，帅。我就突然想到周润发演的那一个，然后他不咬着一个牙签吗？我就问导演说，我可以咬一个棒棒糖吗？对，就大概就这样，让这个角色比较丰富一点。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通常我们英文会讲 piece of cake， 小菜一碟，小菜一碟。他讲的基本上是对。除了他说有问过我之外，他通常他就是自己做，就这样，就不会问的，所以他直接把那个棒棒糖直接放在嘴巴里，就找工作人员拿一个过来就这样演。哦，所以他打我巴掌也不是问导演啊，也是他自己想打的啊。舒淇很任性哦，对啊，跟他合作应该很有压力吧？对，很怕随时一巴掌打过来。好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要问一下了，请问一下，在其中有一个场景里面，张丹和皮尔，也就是 Mr. Hono 演的那个角色，在靶场相遇，请问他们在射击的时候分别打中了目标假人的哪一个位置？No. Mr. Hono? No, I don't remember at all. Me too. I can't remember too. The target was far away from me. So far away from you? Nobody told me. Nobody told you? No. Nobody told me.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是往这边，没有前面没靶的。没拍前面的。对，我们假装开那个。哎呦，导演知道吧？导演知道吧？不重要，华哥说就是对的。我也真的忘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舒淇你会知道呢？对啊，没有剪片的时候都看到。没有没有，用猜的。用猜的，那你猜一看是什么？我猜的是心脏。心脏。对，我刚刚猜心脏，你刚刚明明就猜头。好，你刚刚明明就是在偷我的答案。他的心脏长在这儿啊。
好，所以答案到底是哪里呢？请看大屏幕。That's way out. Not hello, Inspector. I see your time behind bars did little to rehabilitate you. Swipe up. Oh. 他有打到头哦，头跟心脏，头跟胸口，对，头跟胸口。哦，没有，其实最主要的答案就是 Mr. Pierre 他打的是。Heart, you shot the heart. You see? Yeah. Only Andy can do that. Only Andy can do that. Shot the head, 直接打头了。但是我觉得里面这一场也太帅了，帅不帅？帅！帅毙了！而且我印象里面，华哥之前应该很多戏里面都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场景。对吧？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就这一次感觉你们两个的 tension very very different。你们讲一下这个，这可能大家这个镜头可能会比较感觉是《无间道》那个，但是《无间道》我是没拿枪的，哦，所以大家都误会了，哦，对吧？但是感觉你跟他那个 tension 很紧张的样子，就是感觉不是特别敌 对, 对，就只有他才有那么大的气场，然后压力，所以在。所以演员之间是你们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有一个敌对或者是很多的 complication 吗？ Yeah. 很多复杂的地方吗？导演，我觉得你说那个 tension 的是观众的观感了，因为这场戏是后面再写进去的。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观众看，就是看到一个是亚洲天王，一个是欧洲天王的那种对立，所以你会觉得哇，哦、oh.。所以那个感觉很奇妙 ，right？ 我觉得刚才那一幕很帅，对不对？对。这个华哥很帅 ，Mr. Hano 也很帅。你们想不想现场来看一下？想。They want you guys to do this。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枪好不好？And then, oh, ooh! 哇，太帅！掌声鼓励鼓励。太棒了，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来，我觉得这个，所以刚才感觉不太一样了吧，华哥？谢谢。所以你打出来是水枪。好，我觉得刚才我们八轮的游戏玩下来了，那到底哪一组会获得最后的嘎雅呢？获得最后嘎雅的，就是 Plan B 组。他们可以获得我们最后的嘎雅，那当然呢，最后的真的可以拿到吗？真的可以拿到，直接拿吧。因为我们上次那个发布会不是要我们估价那个项链吗？对，结果我们结束以后，导演有 WeChat 我，他微信我说，悠悠啊，那个你猜到那个钱，他们那个项链真的有给你吗？然后结果没给是吗？对，我还没收到，应该快给我，应该快到。所以在这边还是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们，8月11号，再过3天的时间呢，我们。侠盗联盟就会正式的在全国各大的影院里面上映。那当然，今天因为所有的主创还有我们的演员也来到现场，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款的海报，今天也是正式的为大家公布。所以接下来时间，请所有的演员们还有我们主创们起立，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将我们的海报卷轴献上到我们的导演以及华哥的手上。
非常大款的一张海报。这款海报呢，也是我们全新的侠盗联盟的最新的一款正式海报，也请我们所有的主创能够往前面站一点。 Let's all walk forward and have your hand grab onto the poster so that we can all take a group picture together. 我们可不可以好是的，侠盗联盟在8月11日随机应战 The Avengers is going to be on the August 11th And it's going to be everywhere in China 是在我们的中国的各大影院里面都会看到我们这几位主创由我们的冯德伦导演所指导各位演员所拍摄出来的这一个全新的剧作侠盗联盟有我们的杨佑宁有舒淇有刘德华以及 Mr. Sean Hunnell 张景初当然还有我们的沙溢先生Bravo! Yes! 好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拍照的环节所以我们接下来也请工作人员能够将我们的海报撤出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名片板小心小心对啊这个项链你们带着好请我们各位主创继续来到我们的片板后面太近了对再往后一点来再往后一点好这样可以吗好的侠盗联盟8月11号全员出动将会在全国各地正式的上映那我们也预计8月11号侠盗联盟会在全国大卖好接下来呢也要特别请出来是我们的出品方的代表与我们的主创一起来拍摄有包括我们的姜伟先生冯爵女士以及赵海辰先生李安修先生周环先生以及朱任之先生周刘仪伟先生以及金永泉先生当然还有我们的监制导演黄建新先生以及我们的主创一同来到我们舞台上面拍一张大合照其中也包括了我们的本片的制片人张家镇先生以及编剧罗耀辉先生一同上台前面吧各位往前面我们一直往前面拍张照 Let's all take a good picture together 华哥舒淇沙溢好今天所有的主创来到了现场我觉得要请我们张家镇先生家镇先生来请家镇来谢谢我们的出品方的代表 Thank you so much And now we're going to ask the producer Mr. John to say a few words 请张家镇先生先来讲几句话我首先要谢谢我们的那么棒的演员来我们的主创所有工作人员付出很大很大的努力把那个戏拍得非常精彩还要谢谢我们的投资方特别是姜伟先生一直支持我们那个戏谢谢你们希望那个戏这样拜卖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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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哥 Thank you so much
是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间轮到我们的群访的时间了，所以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把我们的舞台重新设计一下。好，请各位能够往前面站一下好吗？我们接下来老大 OK，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开放几个问题给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朋友请与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示意一下好吗？我们第一个问题请问 OK， 与我们电影有相关的问题才会回答，不然的话不好意思我会打断掉哈。来，请这位女记者。喂，我第一个问题问老大的，但是我也是记者。哦，你也是记者是吧？好，就是华哥就是很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扮演过就是这个侠盗的角色，然后这部电影跟你之前的侠盗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当然会剧情啊或者是风格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导演会比较喜欢那些浪漫主义的那些画面啊或者是感觉，那这一次我真的跟他学习了一个真的很这跟导演学习了那个很舒服，在一个非常怎么说就很well prepared 的那个状况底下去拍一部电影，蛮享受的。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比以前的电影都帅，在这个电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电影您既是演员的身份然后也是监制的身份，不知道是不是在现场就是格外的操心格外的辛苦这样？没有，在前期跟后期的那个时间可能会参与多一点点，在现场的话我就跟一个演员没什么两样。那就是冯导会不会特别因为您的监制的身份就是在你就是在导戏的方面对你有所顾忌？这个我不好说，导演你来。我觉得那个华哥他的演技就大家都知道了，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可以帮到他，只是有时候最多我就叫他哎，可不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就是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就是这个意思。好，谢谢。好的，谢谢。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后面这边。OK， 好，这边有一位。你好，我想问一下导演，冯导，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侠盗联盟》讲的是三个江洋大盗，然后他们就是偷天价珠宝的故事嘛，那就是因为叫《侠盗联盟》，那它体现侠义的精神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侠盗精神和偷盗来说，它是一个相冲撞的概念，那咱们电影是怎么体现的呢？体现那个侠那个精神的。对，那我觉得那个你看那个我们中国很多那个讲武侠的电影啊都是讲那个义气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我觉得华哥带领的那个侠盗那个团队其实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团队，包括他其实他跟 Jean Reno 的角色之前是有一个过去的，那这个部分我不想剧透，但是你看就知道华哥为什么会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电影取景在三个国家，就是法国、捷克和乌克兰，那就是这三个国家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三个国家呢？除了其实三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意义，那个因为我唯一一个有之前有去过的就是法国，那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去过看到那个影展，那个还有这个故事是从一个正式那个有改变的，就是那个时候有在看到有一个偷盗一个有一个珠宝的案件，那其他这类的我两个地方我是没有去过的，那去看景的时候觉得特别漂亮，尤其是布拉格。那你本人最喜欢哪一个国家呢？喜欢布拉格。好，谢谢。好的，来下一个问题，我们工作人员叫麦克风。我问一下那个让雷诺，电影里面你跟华哥呢有不少那个对手戏，然后据说你们两个是相识多年的宿敌，然后是怎么表现这种相爱相杀的感觉的呢？
And the question is for 我们让那个进出帮我们简短的翻译一下。How was the work with Andy? One word, easy. Easy. Easy because he's a real professional, so you don't have to talk about、the scene. You don't have to talk about the ambience, the rhythm, everything, because he knows exactly what we have to do. And you just follow, and follow the advice of、Mr. Steven, and that's it. Very easy. I tell you, very easy.OK, Mr. Zhang Hongdong 还在讲说，其实在拍这部片子，尤其是跟华哥在一起拍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一个特别轻松的一个环节。那除了华哥他自己本身是非常幽默之外，他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到现场了以后，他们也不需要过多的沟通，其实每个人马上就到位，然后只要跟华哥的简单的沟通一下，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冯导的指导一下了以后，他们其实拍摄的都非常非常的顺利。 But actually we were talking about your character in this movie, PierreBecause there's a lot of complication between Pierre and Zhang Dan, the character that Andy Lau was playing. So how do you actually improvise, like, doing those character transitions? Yes, it is said that the two characters, they have a link who start before the movie started. Okay. I use it in my back, I mean, in the back of my character to work with. Maybe you'll see the link, maybe you'll not.See the link. And for me,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play a cop after a thief, but with a special link between them. Respect, youth, the past, etc., etc.OK, 因为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你们一开始会感觉到我们的 Mr. Zhang Hongdong 他所演的 Pierre 这个警探，跟我们的华哥所演的张丹这个角色，他们两个之间其实在开拍就是感觉已经有另外一个故事，感觉他们两个已经有这样子一个纠结的一个故事在里面了，所以呢他也是尽量去把这样子的事情表现出来。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察觉到，有些人可能不会察觉到，但对他来讲，他在拍这部戏的时候至少不是一个很单纯的警察在抓小偷的一个故事，而是一个他背后会有一些很多不一样错综复杂的一些关系。华哥有这种感觉吗？当然了，因为在剧本上面是开始拍的时候，导演已经很清晰地跟我们说了。是是是。每个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在里面的角色都会有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对对。So how does it like to feel to work with Mr. Andy Lau? How do I like? Was there any impression of Mr. Andy Lau before you guys started working together? No, I don't feel pressure about partners. I feel pressure about the movie.Okay. About the scene, because I want the audience to believe in what I'm doing. It is the only pressure that I have, it is to build my character. But okay. When I see somebody like Andy in front of me, I do not have any pressure. I just want to dance, scene with him. Okay.所以当我们的Mr. Zhang Hongdong 跟我们华哥在一起拍戏的时候，其实他就完全沉入在这个角色当中，但是呢他对于这部片子他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他还是有一点点压力在的。好，下一个问题，来，这一位有麦克风吗？这边 好。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舒淇，就是你在这部电影里边有好多那个不同的形象，就比如说有狂野的呀，有清纯的呀，然后你最喜欢哪个形象？为什么？我最喜欢叶红这个形象，因为它就代表了狂野了、清纯啊、舒服啊这样子，单一。好，谢谢。就像每个人一样，都有多面性，对吧？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张静初，是这次你和让雷诺合作，然后。你觉得让雷诺有那个带给你哪些新的东西吗？就比如说在那个演戏上面啊，你有什么交流吗？我觉得跟让合作特别开心，因为他很好玩。就是你看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很开心的戏嘛，所以呢我觉得在演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专注和投入，而且就像他说的，导演给任何一个就是比如说小的改变或者说戏可以
就比如说往哪个方向再去一点，就看他马上就进入那个状况，然后迅速的就接收到导演的指示。然后呢，但是他平常不拍的时候，只要一喊咔，他就很好玩，他就是特别的那种萌大叔的感觉，就嘴里老是絮絮叨叨的，然后说一些很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拍那个开车的那场戏，然后他就会边往回返的路上，他就开始说笑话，然后你就能听到那个对讲里面传来导演和摄影师的笑声。所以我觉得跟他合作是一个，我觉得他非常专业、非常轻松，然后很幽默的一个人。然后他的眼睛很有表现力，就看见他的眼睛，我就相信了他，就是剧本里面所有关于他的过去啊什么的。所以演戏还是非常难忘的。然后，好，谢谢。好，谢谢，也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我们这个发布会在这样子轻松有趣的一个氛围之下，我们也告一个段落了。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主创，谢谢你们，谢谢所有的演员，谢谢导演冯导。And thank you, Mr. Jean Renaud,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我们各位主创能够跟随我们工作人员的脚步到我们旁边的房间来进行另外一组的拍摄环节。也再一次谢谢所有的现场的朋友们，也谢谢这个华哥的粉丝们。好，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也请麻烦跟随我们工作人员的脚步到我们的休息室，待会还会有一个拍照的环节等待着大家。再一次谢谢大家，我是陈德飞安迪，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午后，下次见。Yeah.
期待媒体圈的采访，一切没有机器，没有机器，没有媒体圈的一律不可以接。安保来，请下场。让不让进？没有。如果你大狗是合口的话没有怎么样呢？我是要站在这里吗？啊，你们要站这儿？对啊。哦，我以为这是你的。怎么了？看不着。这人吗？别解释，老了。别了。他们没问题的。我们这是男人的。你一个人都没了完了吗？我拍了四个多。王安在这儿。我等会怎么走？王安。梦。小白的话有没有 SDI 啊？没了。看你后边。啊，这没问题。还可以。推拉了。我这儿没，还没。我看你那儿看王岩是吗？我看哪一种啊？王岩有。王岩是把里头。肯定有啊。是啊，你人在开着没有啊？开什么？开着没有啊？我不知道他家机器开没开，因为我的机器基本都开着的。热了呢？没瞅见后边了吧？我靠，他脸那么黄啊，还没有打上没有。来了吗？
帮公演拍的。跟刘德华走一下是吧？一堆人，一堆人一块儿走。你看啊，累吗？啊，李老师也走，费劲啊！我给你扶机，你去走就完了。行。咱那边说的，你就在跟哪儿啊？我闲着呢。就是给你放那边拿回来，换不换了？换过了，换过了。你这是在替谁跑的？那就完了。那你给谁走钱呢？不是机器的那张还拿出来吗？给他吧，给他吧。那个，没来了。对。好。领导这边是吧？对。哎，谁哎不行，谁的摄像机？对，好，领导这边，对，好，这边，对，来来来，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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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说了啊，好，可以可以可以。啊，这手，你这个手怎么？对，就在那儿。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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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花仔，花仔，这边花仔。这儿，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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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右边，左边，左边，左边。前面，前面，后。来，来，来，直接。看到没有？怎么样？怎么样？看到没有？哎，我去。东安那头。这儿，林队，这儿。One more one hand side, one hand side. Get a meet up her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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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我这边讲，太憋你了，要不见，晚上一路